之后呢，我们会放上我们 HitFM 的官网，请你点到活动记录的专区，在活动记录的专区呢，我们会放上今天王世恩个人首张专辑《你好吗》Love Lesson 的高雄场签唱会的活动记录。如果大合照当中你的脸有被圈选起来的，就要送给你由王世恩亲笔签名的文件夹，他真的很好 Q 哎、欸！你只要看谁在拍你，就会自己比一些 pose 是不是？好，这个呢，大家会觉得有没有亲眼看到王世恩，有没有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呢，今天有很多朋友说他们很会唱《你好吗》，等一下如果有机会，我就邀请大家上台来唱给世恩听，好不好？这个呢，希望呢大家可以好好表现一下，展现一下你们的在家里面练习的成果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呢，请各位呢在舞台下排队的朋友，可以呢准备要上台的时候，再帮我把专辑打开，好不好？我们签在专辑封面的背面，就是打开封壳的那一页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先不用打开没关系，因为我怕你们 CD 或者是呢这个写真册啊，或者是歌词掉出来，所以在上台之前再打开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，他除了有主持节目之外，他还有唱了很多。好，我们记得下舞台的时候，我们工作人员在这边会发写真资料夹给你哦，记得要拿哦。这个礼物呢很棒，所以请你记得一定要把这么棒的礼物给带回去。然后呢，这个台下的朋友，如果有专辑的人，可以移动到舞台的右手边。我们现在呢？